重，这比较猛，超微铁，微铁跟拳头有关。大家好，我龙爷。那今天呢，我跟水沟小王子 Omega 在便利商店能够吃500块的有为加拿大的 Jack， 我们来到乌石港的这个遗址。好，来走。重，耶，马家钓鱼棒。有为有为，有为是什么呢？哇，线多细？线0.6。哦，瓜，哎，不是，哎，这什么好大？马，哦，那个，马面吗？马面，哎，长须伸，长须伸，可以啊，把它捞一下，可以吗？哦，飞起来，哇，哎，这只不错，哎，要瓜王啊，干瓜，要八连了吧？你来这边也是中这种，帅气，你我是12克，然后0.6号线，哇，这拉起来蛮爽，爆很爽，拿根鱼大师这样，根鱼大师，爸，我是瓜王爸。这比较猛，不是，这比较猛的，红杆，应该是红杆的好吗？小红杆。应该可以。耶，钓鱼棒，黄竿，紫电山的12克，刚有为就是用这个钓到那个长须伸的。今天虽然是大潮，但是流没有这么急，然后也没什么风。所以用这种小铁板真的是太适合了。那我今天有把超微铁、微铁跟铁板这三种克数的全都有带来。那现在呢，试试看用超微铁0.8号线配2号前导。不大。不是，
哦。好大哦，好大，这个人好大，这个的 size， 哇，这记录狗母说，放回去吧，最长的，一群瓜。掉掉掉，超多掉过，超多，而且这样追过来跟一大群呢。好，哦，有有。瓜，叫他们过来，绝对中。有了，又咬了，又咬了，瓜瓜瓜！那边那边，凸出来石头那块。来，我在下面了。你有跟他沉吗？沉下去一点点而已。呱！啊，呱呱，拜，呱呱。嘿、hey. ，OK， 拜。啊，我们要离开的时候刚好下大雨，那我们今天就先这样了，离开。然后我们就先把一些垃圾捡一捡。对对对，我每个人捡10个垃圾，这边就干净很多。嗯，真的真的。好了，今天拉很爽，拜拜。拜拜。有了有了，终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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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哇！好啦。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影片，如果喜欢的话，请记得订阅、分享、按小铃铛哦，谢谢。